好，请做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们是少林拳法学校严泽演艺团十八铜人。总感觉到这个，你们好，其实好多刀枪剑戟，是不是这回没有让你们发挥啊？对。哦，为什么这个今天做这样的一个队形的表演呢？因为十八铜人展示的就是我们武术人的气势，所以说我们就是只展示一些集体展示。对，所以这就是我刚才的直观的感受，气势是有的，但是我需要看到的是高超的中华武术的技艺。有，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学的东西，我相信每个人的拳头都不一样。但是刚才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不过瘾，那个气势没上来，不过瘾。这样我们先听听别的观察员对你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感受，好吧？秘密呢？怎么对少林功夫了解吧？秘密怎么看？怎么？你们都是在一起学习武术的，是不是？对，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啊，都练习了很多年的。对的。这里面最短时间的是多久的？我们这个团队练的时间最短的是五年。练的时间最长的也有12年的时间了。它是一个学校哈，少林拳法学校。所以就算是练，就是每天你们的训练辛苦吗？每天我们练功是特别辛苦的，身体上的辛苦和心理上的累也是都有的。我们早上5:30就已经起床开始跑操，然后练功，每天有长达8个小时的练功时间。因为我们住在嵩山脚下，我们学校会每个星期安排一次爬嵩山，就是嵩山有1400多米，我们来回要4个小时，每个星期就这样安排一次做我们的体能训练。所以就算是这么辛苦的训练还是有一个小胖子哈。我特别注意他，因为他是有一个阵型的时候他站在最中间，耍旗的时候。 对， 对， 对，站在最中间。对，是的。那个登山的时候他干嘛去了？小胖子他做饭去了，他有可能偷懒了。偷懒了，他在煮饭，煮早饭。他煮饭呢是吧？沈腾老师，那个主厨确实挺讲焦点的。你可以换到前面那排来吗？这么一看我也有信心光膀子了。哎，确实我这个我以为秘密提不出什么像样的问题呢，因为我俩都一样，这帮人往台上一上，我们觉得是十八铜人，就开始查是不是十八个，数数开始，弄队形的时候一个夹着一个时候我也在看是不是掉色了。一看都还好。确实如蔡老师所说，这个上来的这个阵仗啊，这给人带来的这期待感呢都很高。其实节目本身不是很流畅，包括每一组动作的衔接，完了之后展示出来的这些动作也不是那么，就感觉好像我练2年好像也能达到。哦，那还是不行。那你多虑了。对对对，那想多了。就说对，底子不错的练几年好像也能达到。就好像不是那么武艺高超那种的哈，每一个都是打败都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冲出那个佛门，完了下山了那种感觉，对，还差一点。这是我刚才看完的一个感受。就是不够惊喜。老师，如果说想再看一些的话，我们还准备了一些象形拳，你需要老师看一下吗？好。你现在不管练什么拳，我现在需要的是你们能秀出大招来，或者说我们最爱说的话，拿出你们的杀手锏来，亮几招给我们看看。对，好的，谢谢。来吧。
这虎拳这样。看完以后我觉得你们在这个表演的形式上挺新颖的，当你们在一开始都挺好的，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他们这个服装的设计啊，这个裤子有问题，这个裤子面料特别不适合搞武术，因为它不像他们穿平时练的时候是棉布裤子，这个裤子面料金色的吧，这个面料特别涩，其实会影响，间接的会影响一些动作的，所以现在看着很好看，但是裤子特别不方便。因为我对少林寺武僧这一套东西，我跟大家刨个底儿，我特别的了解。也许你们的师兄、你们的老师可能都知道我，在1999年，中国第一台少林雄风武僧晚会是我排的。对。99年的时候，我在少林寺生活了一个月。少林武僧团组织起来，咱们中国第一个武僧团走向全世界的第一台晚会是我排的，所以我对你们每一个功夫应该什么样子，我都特别清楚，可以说了如指掌。今天你们小伙子表演是基本功还有，但每一项单独的拳也好，神和气息那个力道没统一起来，所以我们看的就不震撼。明白了吧？包括猴拳的小伙子也好，那动作还是不够干净，最后那个虎拳也好，稳不住，最后扎不住下来。你们基本的功夫还有，训练了这么多年，但到每个人个人项目的时候就不够精彩了，就那个气和神没统一起来，有的人有神了，没那个气力了，所以这个地方就在我们看来以后就觉得，哎呀，欠一点火候，就像刚才我们蔡老师说的，包括沈腾老师说的，就欠那么点劲儿。
就觉得大概我们看了个形式十八啊，同仁一看站在舞台上很漂亮，但要看真功夫的时候，所以刚才你们教练有点急了。其实你们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估计你们都学了也会，但是光会和学不行，就是你练到那个力道上确实看到与众不同的时候，这才能看到少林武术的一种气势和雄风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我在你们这十八个小伙子表演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一个形式，就那个力气没有打过来。人们对少林寺的期望和少林寺武功的期望是不一样的，他是第一个把中国武术带给全世界的，全世界对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武术的了解是通过少林寺开始的。所以说我觉得很多，刚才我的直观感，蔡老师，这是我的直观感受。是，对，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今天在舞台上呈现的，就刚才第一段表演的那一段，用了多久的时间做准备排练呢？嗯，排练的时间还是很紧。嗯，就是因为这个小伙子们，这个刚才这个金星老师啊，我们几位老师最直接的感觉是什么？在达人秀的舞台上，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震撼人心的表演，尤其是一说到中国功夫，我们人人都知道中国功夫可以说享誉世界，从最早那个少林寺电影，李连杰演那个电影，那简直是震动世界，那真的是一身好功夫啊。但是在全中国呢，也有，你像秘密刚才跟我讲，他说哥，我看到过很多，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武术的表演团体表演团队啊，他们在很多重大的这个晚会当中啊，或者说大的一种节日庆典当中，都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表现。我相信在嵩山脚下有很多的少林武校啊，你们算是其中之一。那么拿到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我必须要实话告诉小伙子们，中华武功啊，你们有那份气质和追求，那我们是很为你们这些小伙子要点赞的。但真正要想练就一身好功夫，成为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你们一定要知道，要去跟别的很多的团队要去做的对比，就知道了，你们是有差距的。你们在台上刚才表演的那些动作，都是我们习以为常，都是见过的。你一做那个滚地雷，我就知道是什么动作；你一扑这个，我就知道该是哒哒哒哒的那个。见的太多太多了，必须要拿出你们的创新的精彩的动作。别人玩过的，你们要比他们玩的更好。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别人没有玩过的，你们玩的出彩。那就厉害了。对，好，谢谢老师。刚才我和那个沈腾老师这么私下聊，在你们的前辈，包括李连杰老师也好啊，现在的吴京也好啊，你看他们打拳的时候，他起码有一个帅的东西，除了有功夫以外啊，还帅气。其实你们小伙子都有可以有这个条件，明白了吧？你们都是年轻气盛的，就是在武功之上还有你们一种帅气的东西。我没看到，我只看到你们很认真，同时也很紧张，表演得很紧张，很认真，就怕节奏错了，队形错了以后，所以动作发挥不是你们正常的水平，也就是70%或者60%左右，就还看队形，还得就不熟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应该在长在你们身体里边，只要你们上台一表演你们那点功夫的时候，一定是100%的出来了，这样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像我们蔡老师说的那种震撼。我们觉得这点稍微可惜一点点了。但我想问一下，你们这群小伙子为什么选择到中国达人秀的舞台呢？因为我们出访了国家也特别多了，我们出访了70多个国家、嗯、所以说在外国有人眼里面看来，中国武术就是世界第一的最厉害的、嗯、但是在我们中国有一些老百姓啊观众的眼睛里面，就是对于武术的了解和认知有一点点慢慢的疏远，就是有一点不是特别了解武术。所以说中国达人秀我们也经常在看，所以说也是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舞台。所以说我们上这个中国达人秀就是想就是让更多咱们自己中国人了解一下中国武术，去学习它，体验一下中国武术的由来。刚才我们我没记错，好像是少林拳的少林拳学校的表演团是吧？你们是？对，哦，他是从学校里边选拔出来的学生，然后组成个演出团。因为学这个武术呢，有几个好处，能够让这个男孩阳刚起来哈，完了之后能强身健体，啊，能为国争光。但如果是表演团的话，确实这个表演的这一部分好像确实是差了点儿，刚才我挨个看一眼，我觉得会不会？
有这个下一个吴京啊，下一个李连杰、成龙的出现啊，但起码有一点就是他们打得非常舒展。那真的就是好多练拳的，他们亮相一亮相真的是绝对的舒展，那就是我们谁都模仿不来的，就连专业的，你少林寺的也好，哪个学校的也好，好像就很难打出他们那么舒展，那么帅气。我觉得这个演员可能也是一个武打明星，可能也是你们的出路之一，可能有好多人也有着这样的梦想，嗯。但是如果想走到这一步，走出这一步的话，那还真的是需要自己再刻苦一点。好，谢谢老师。你代表一下你们的小伙，你们小伙的梦想是什么？你们这一群小伙的梦想是什么呀？我中国功夫，始于中国，但是它是属于全世界的。嗯。所以说，我们就是，我们是个演艺团、艺术团嘛，我们就是机会也。带去就是全世界的机会也很多，所以说我们想就是把我们中国的武术带到全世界，给全世界每一位观众，就是喜欢武术的人，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嗯，好，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平时除了练习武术以外，还学其他的东西吗？学习，我们是除了学习武术以外，我们还学一些国学上面的知识。嗯，我们学校给我们安排了《弟子规》，还有。三字经还有大学挺就是让我们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不仅我们武术好，我们的国学也不差。你们这些伙伴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个地方的吗？对，是吧？对，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孩子从小学是自己想学呢，还是被父母带过来学的呢？这有很多原因，像我就是因为从小太调皮，然后家里面管不住，然后就爸妈就想了一个方法来送到学校。像就是最边上这个拿这个三节棍的，他就是从小身体太弱了，然后他学的时间也长了，对，六七年了，所以说就是他的身体现在也跟得上，对，就是条件也就是也满足自己，嗯，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来学这个武术。还有一些是为了就是以后要去当兵，所以说为了当兵做一些准备，保家卫国。哇，好，下面我们该做出我们决定的时候了。好，蔡老师。嗯，送你们四句话吧。中华自古有神功，强身健体，自奋强，一身武功闯天下，继续苦练，再加油。谢谢。所以记住我这四句话了吗？我都没记住。我给秘密再说一遍啊，中华自古有神功，强身健体自奋强，一身武功闯天下，继续苦练再加油。再加油。我的决定是，小伙子们要加油。我的决定是 no。 好，第一个蔡老师决定是 no。 好，接下来来杨幂。我觉得中国功夫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去弘扬的，毕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但是这里是中国达人秀，而且你刚刚也说了，你们曾经去走访过70多个国家，是以宣扬我们中国功夫这样的形式去走访的。那我觉得中国功夫不仅于此，就像蔡老师说的，你们还要更加油，然后让其他的国家，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功夫，远不止于此，我们要继续加油。但是我觉得你们这种形式非常好，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武术，所以我的决定是 yes。 谢谢。好，现在是一个 no 一个 yes， 沈腾老师。我觉得既然代表国家去走访，我觉得就要有一个起码是国内的领先水平。我觉得从这个今天的这个表演来看，我觉得还没有达到嘛，所以
所以其实他想说的是，你们在最近学拳少学了一个拳，没学那个铁拳，你们应该喊过来呀，那个没学会。没想特别不忍，这个学武术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很苦的一件事情。能有年轻人，能有这么一票人还在坚持，而且如果说文化输出的话，我觉得武术是我们很自信的文化输出当中的一部分。基于这一点，我的决定是 yes。 好，现在是一个 no 两个 yes。其实文化输出特别重要，而且在文化输出这个领域方面，我们少林功夫啊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和努力。小伙子们，我觉得现在刚才你们整场表演来讲，我觉得架子有了，气势不够。这个气势不光是你的功夫的底蕴，包括你文化的底蕴，包括你的气从你眼神里冒出来的，我觉得都还不够。给外国人看，也许外国人觉得哦挺新鲜的也就够了，但对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么了解的话，我觉得还不够。没错，还嫩了。这话咱们关起门来自己说可以，但你给外国人说的，外国人已经很新鲜了，但咱们中国人太多了。而且我也知道这么多年的你们经常出访70多个国家，我知道咱们国家同时有4-5个乃至6-7个少林武僧团在外边巡回演出，功夫质量参差不齐，这个我都知道。但是练功夫的人光表演是不行的，一定要扎扎实实把自己功夫储备好了。无论什么样的舞台，你上去以后你会把人给震撼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你们的表演，我觉得形式大于内容，形式大于内容，明白这小伙子话听明白了吧？形大内，就是形式很好，内容不够。咋自己又编个新词儿？这个词儿是很好的词儿，就是艺术圈里面经常有出现一些形大内的，形式大内可会拉架子的，但其实里边没有什么东西。这套表演对我金星来讲是形大内，所以说我觉得你们，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刚才我看你们教练上来的时候，他心里急迫的心情的时候，我看出来你们是可以展现的更好来讲。但是刚才尤夏，我特别喜欢你的坦诚。这一套表演一天半准备出来，你跟蔡老师坦白的时候，一天半准备的话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你想靠一个形式来唬住我们四个观察员的话，那是不行的。我们四个没那个金刚钻就不揽着瓷器活的，我凭啥坐在这儿啊？所以我太知道你们功夫练多少了。小伙腿别怼，腿那个别抖，腿现在确实啊，现在不光是他们那个集体的一个亮相，集体的一个展示，还是个人的展示，缺一个节奏。对，现在都是他，其实这个是非常有韵律的，有韵味的哈。对，它有快有慢，它得结合着，好像都集体，好像在一起，感觉好像就喊吼吼哈哈，这好像就行了。其实不是。我希望看到你们更精彩的表演，我希望能做到，你们能做到，但是我觉得今天表演不够，所以我刚才纠结了半天，我特别赞同蔡老师的观点。我想给一个 no， 但两个 no 你们就是挑战就不成功了。但我又觉得沈腾老师和杨幂说的特别对，中国文化需要像你们这样的把它带出去，而且同时更加激励我们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武术的一个认知。基于这一点上，我希望你们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我今天对你们少林拳法学校的表演，我的决定是Yes.